开箱拿出组装配件。找个小姐姐帮我们抬一下主体架。我们先按上落脚支架，这只脚架要先上固定螺丝，拧紧螺丝，脚支架就安装好了。再麻烦一下我们的苦力小姐姐。接下来我们安装挡条，先把固定组件安装上。装上挡条，调整一下位置。再把螺丝拧紧，组装输送台的过程就是这么轻松简单。